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全员出击！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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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花凤凰呢？花凤凰，赶紧你别磨蹭，麻麻溜溜的来，咱们三个人准备起飞了，坐好！好了好了，夸张了啊，有点夸张了啊！不说一下吓死我了！妈妈，咱们这个一下能飞好远呢，咱们等会儿再飞。小事儿，小事儿啊，小事儿。能提前打个招呼。前方右转舵，进行第一次着陆，兄弟们。哎，妈妈，前边是不是还有路呢？不要管，右转舵，右转舵，啥都不要管。哎，左转舵，左转舵，前面有。哎呀，妈妈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大胆啊！敢至于我的决定，听老莫指挥就行了。哦，我过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兄弟们，第二弹，哥就位。哎，去哪儿了？呱呱，回来，好走。哎，人呢？出了点小小的意外。哎呦呦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们不要打丑惊蛇呀，咱们跟着他们走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你们去干嘛呀？干啥呢？你们干嘛拦住他们呀？咱们得跟着他们找村庄呀。谁拦住的？呱呱，你别头抬那么高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偷东西发现了？我们没偷东西。没偷东西，为什么他们都站住了？小雨狗狗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哎呀，这家还流口水。小雨狗狗，你是不是拿什么食物逗他了？嗯，没呀，我啥都没干。我就信你们俩啥都没干了，他们就停下来了。哎，腰有瓶饮料。啊啊啊！哎，你是不是打人家了？你晚上吃多了吧？我打他们了。你们看的是他们打我。什么东西？不分青红皂白下来跟我说，梦梦你是不是打人家了？梦梦梦梦，晚点回来。你干啥呢？啊！救命呀！哦，你偷人家东西呢，竟然！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小雨狗狗。嗯，这小呱呱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！你们拿完了没？这儿拿了，这儿拿了。哎，都带上吧，给他们换点石头，咱们也算是交易了这一波。抓紧时间，呱呱！哎呀，你说这几个人弄这么多帐篷干啥呢？这一个人睡俩呀，头睡一个，身体睡一个呀。哎呀！不搞点药水，整那些没用的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拿差不多了。哎，这个紫头发小姑娘偷我们东西呢，兄弟们！对对对对对对。别拿了，瓜瓜都拿的差不多了，快走，咱们还得去找村庄呢。这，呜、哦，快看流星雨，快许愿呀，小伙伴们！这一帮丧人看来是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得赶紧出发了。下个村庄再见吧，下个村庄别哭了。这位姑娘。那小胖子我看也不值这么多钱呢。哎呀，商人大哥，你这不是眼拙了不是？我们家那小胖子我跟你说可会干活了，10块钱卖给你们怎么样，一口价。嗯，实在不行你嘎他俩腰子换手机嘛。哎，你们聊啥呢？哦，兄弟，我们刚刚被劫持了，你想要买点什么东西呢？嗯，买点什么东西，哎，其实买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主要是哎，不买这心里过意不去也行。哎呦我的妈！一颗星星卖面条10碗，还有胡杨泪4滴。哎，这小子卖的东西确实挺划算，但是不是坑错人了？嘿嘿嘿，来看一下喽，价格绝对是便宜的。哼哼哼哼，没坑错，绝对没坑错。啊！胖胖帽！咋了？咋了？这起风沙！哇！来就这样。快跑啊，沙漠之虫来了。啊，你们别丢下我呀，救救我。不能靠他太近了，他可以把人吸过去吃掉。不怕不怕，我这里自有办法，大家快快快，我们快快躲进去，只要躲进去就没事我们就躲在这里了吗？嗨，大胆！哎呦我的妈！妖孽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！哼，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，大威天龙！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风沙太大了！咱们现在得抓紧时间找水源。哇，他那要吃伤肚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个臭不要脸的！
先找水，兄弟们把他拉到水那边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给他围剿，把水引过来。快走走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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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紧时间。我的天，咱们商队快没了，快灭了。你都睁开了。哎，我就是一滴血了，快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躲。水里安全，兄弟们。哟，大爷也来了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这风沙可太大了，我咋还让往走吹呀？再往下，你搁那头站那么高，能不往走吹吗？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哎，你要干啥？嗯？你干嘛？哎呦，我是真的服了这个老六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这都不忘打我一拳，我的。呱呱，水不够了，咱们继续打水。别怕，默默也来。哎呀，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。我将带头抢人头。哎，掉了个虾，掉了个虾，掉了个虾，快去快去。哇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杀鸡咆哮。对呀，就是那个龙之咆哮嘛。是一跳。哎，我咋晕了？你干嘛，小莫？哎呦，耶，这枪还能把人弄眩晕，这是个干啥的？这